来来来，就就就，琪琪，来来来。爸爸，爸爸，给我们。来来来，就爸爸，爸爸，给我吧，给我吧。让我再做一次吧，教官，让我再做一次。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啊？你是在学飞行学驾驶？你以为在打游戏机啊？开玩笑。淑俊的电话呀？没有，我不知道。哎，还没呢。哎，妈妈，妈妈，哎，你看女儿来了。妈妈，欣欣，哎，你帮我把东西看一下啊。哎，欣欣，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袜子怎么破了？你怎么搞的？又摔跤了？你把他带来干什么？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哎，你都不在家，挺忙的呀。我忙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把他带来怎么办啊？知道我今天有航班，过去过去。我这不是临时替班吗？我跟小姨已经说好了，他帮我带几个小时。每次一到你带孩子的时候，总是那么多事儿，别动啊。你看看你，一头的汗，又跟你爸上哪儿疯去了？又放这疯破疯的！别动，别动，别动！今天有没有背唐诗？没有。你看看。背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你怎么记得了？像你这样一点压力都没有，他能成才吗？孩子还小嘛，着什么急？小什么小？小都是从小学的呀！以后不许跟你爸到处疯啊！干嘛呀？这疯就不许放。干嘛呀？对孩子这么嚷嚷的？我对他，我冲你。走。小姨阿姨去。哎，人呢？才过了两分钟，怎么就没人了呢？这，哎，人呢？喂，小姐。求求你帮个忙，我今天一定要乘这个航班。要是赶不回去的话，我们厂里会出人命的。我给你敬礼了。你别编故事吧。没编故事，没编故事。抓紧吧。好，帮帮忙，帮帮忙。哎，你这行李有点……没超重，没超重，我随身带，随身带。下回来啊。好，下回来。谢谢，谢谢啊。
小郭，你干机务我最放心了，仔细嘛。没工夫跟你闲扯，哎，进补时间到。别着点，这才叫活得仔细。你也就40吧，补什么呀？外行了吧？他补的就是现在，哎，树要从根上浇起，等到都七老八歪了你再补，管什么用啊？懂了你。你不抽烟，多活10年；不喝酒，又10年，这么个补法，至少15年吧。这一下子多活了半辈子喽。你怎么不算我早先亏的呢？这叫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懂不懂？做准备检查单。SD 状态液检查，氧气系统，氧气面罩检查完毕，调定100%。然后乘务长亲自送水啊？火药味还挺浓的。这几天战火有点升级。你不要把生活上的矛盾带到飞机上来好吗？我不喜欢口是心非的演戏。欢迎登机。这边第3排，谢谢。哎，给我2份报纸。哎，你就是舒俊吗？是啊，怎么？没有。你是新来的吧？对，我今天第1次单飞。巧了，我最后一次单飞。我以为是七仙女呢。Welcome aboard. Thanks a lot. Can you tell us where we're sitting? Okay. In the police. Good to sit here. Okay. All right. Sure, go ahead. Come on, sweetheart. We have to sit over in this chair. Come on. We're almost there. Just have a seat over here. It's not a big hassle. Sit right there. What time is it? It's 4 a.m. Too early. I'm definitely not a morning person. Yeah, well, we're almost there. 西北2825，右转航向33栋，调速到25栋，有间隔。星海526，看好车型。怎么搞的？谁让他现在开你拿气的？跟他说说。星海526等待，转午间有飞机，起飞后再开你拿气。蓝天火车到，暂时18号跑道入口处待命。蓝天火车说明白，请 K 零 A 幺管道18号跑道入口处待命。机务向南。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国蓝天航空公司班机，我是本次航班的主任乘务长，今天将由我和机上的几名乘务员联手为您提供良好的服务。569可以起飞。蓝天569明白，可以起飞。老高900有交叉。
家。老刘板手柄，解除待命。起落架收上，起落架仪表灯。再做一遍，收起落架。单侧往下放，明白。放下动作也无法完成啊！执行不正常检查单，完成人工放起落架操作。沙锅，你去看看到底什么状态。好嘞，明白。Willie, what's he doing?I don't know, maybe he lost his contact lens or something. No problem, take it easy. Okay, no problem.上天了，一个钟头就到了，想象都不敢相信呐、啊。就是这次，让儿子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哎呀，你真是想不开。咱们楼上赵家那对老夫妻，人家出国两次了。出国，我不稀罕，我只要看看孙子，就心满意足。带的吗？不是，我妈跟阿姨带的。哦，满周岁就好了。来，我来试试。这种塑料瓶子摸着里面要比外面烫，我去给你量量，好吗？谢谢。哎，真漂亮。听谁说的？他们都那么说，你千万别误会，都没有恶意的。恶意的也无所谓，反正白白了。不过他们说的男朋友是白峰啊。扯哪儿去了？就因为是头等舱的客人，跟钱没关系，就是碰上了。再说，我又不能一辈子当空姐，我可不愿意像他。好多人追，结果嫁给飞行员，孩子都没人管。是吗？哎，您听说他们要和你？你没来几天，听的还挺多的。蓝天五六九，请讲。楼架指示灯信号不正常，请求返航。好，同意他返航。本场上空现在还有多少架飞机？12班吧。先别打乱别的航班，同时要保证五六九。蓝天五六九，同意返航。立刻报告总局调度室，通知蓝天航空，通知机长，明白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飞机出现机械故障，本次航班将返回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下去好。哎呀，总算乘过飞机了。退票，咱们回家。啊？啊？回家？没事，没事，没事。这是怎么搞的？老是这样，不把我们的时间当回事儿。你这么一折腾，我今天晚上就算完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我要投诉的。这是您的权利，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叫你们机长来。对不起，现在不行。叫个负责的行吗？啊，请您安静点好吗？安静？为什么要安静？消费者不能发点声音吗？他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跟客人冲突。喂，你让维修查一下起落架的技术资料，多少啊？5300啊？那没问题啊，啊？地检有没有什么失误啊？啊？喂，电子信号呢？哎呦，那会不会是误报啊？啊！啊！我看了呀，没问题。啊，我估计是可能。哎，咱们现在起落架呢？啊，这个部位。对对对，对对。哦，来来。喂，起落架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喂，到底收起来了没有？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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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申请569通查，看看起落架到底在什么位置。我马上就到啊！好，你们去南边，我去北边。来，给消防、武警、救护通报一下。好的，让他们待命。好好好。啊，已经返航了啊！哎，给你水。刚吃的感冒药放下。哎呀，这会儿困境上来了。武警、消防、救护都通知了。嗯，一共有多少？一共有8辆消防车，3辆救护车。哎，弹药虚惊一场，真要有事儿，这会儿干什么的？哎，让他们接上跑道。好的。东面的草地和4号停机坪。好的，好的。是政府值班室。哎，这么快就到了。我们换一张药布，药湿了是不是啊？哎，你真行，那个人太不讲道理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你以后会碰上多了。记住，不管对方怎么样，不要慌，不要急，微笑。那你不飞了，舍得吗？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恨不得讲100遍了，每个人都来问，烦透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没关系。请出示证件。哎，我是蓝天航空公司的，我是刘远。出示证件。啊，证件。哎，哎，这样不行啊！哎呦，嗨。哎，站住！是刘启洛，是你的证件。我是蓝天航空公司，我跟你说了，我没带证件。麻烦你，你先拿这个啊，你跟我来吧。哎，我已经跟你们解释过了，希望你们能够快跟我一点。没，我们承认这件事情，让吧。来来来来，让一让。哎，你跟他们说啊，这样不行，让他们把所有灯都关掉，只留启洛大灯。再做一次啊。知道了。别来了。哎，这是什么人？哎，保险公司的。哎，说是处理好了，按比例给奖。跟我踢足球乐的。哎，机长谁？把舱单跟机组名单给我。哎，哦，对，那是他啊。谁在天上？啊，李家堂。他怎么样？不错，技术过硬，加舱资源不错，人员也比较协调。心理素质呢？嗯。比我强。看清楚了，完全没有下来，完全没下来，完全没下来。蓝天五六九，我是刘远，现在地面由我指挥。起落架确实没有放下来，请按我说的动作做。空地转换开关在什么位置？正常，空中位置。嗯，好，拔掉它，防止它在输着，再按放下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会不会是液压系统出了问题？液体会在液压管道当中形成暂时阻塞，这是传动系统所导致。根据资料，国外也出现过液锁的情况，你按我说的步骤做一次。先断开一号液压系统，放二三号液压系统。完成。再断开三号液压系统，放一二号。完成，没有反应。局电话啊，那跟货运公司联系了没有？已经二十分钟了，还没有回应。再催一催。我们已经通知有关航空公司空管部门，其他航班的调度服从五六九的需要。总局领导指示已经到了，这条电话线留给你们专用，随时保持联系。啊，提供一切条件，一定在第一时间内批准你们所需要的空域。明白。明白。明白。书记，市长来了。哟，市长好，市长好，市长，书记，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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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带。好，哎，把这些拿过去，不需要。对了，我想安排他们再做一次穿云动作。好，再安排一次五六九同长。好的。啊，谁呀？飞机上有多少人？哦，连机组人员一共137个人。那时间呢？飞机在空中还能飞行多长时间？30多吨油，2个多小时吧。蓝天五六九进场了。我们说的穿云就是这样。哎呀，该着地了。40米，30米。谢谢。怎么样？好像没效果。告诉旅客，这是小故障，机组正在排除，请大家不要惊慌。有问题的话，我会随时广播通知的，好吧？哎，你干嘛那么慌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乘客情绪的，镇定点，明白吗？你就说明白了，说是返航，哎，说返航它为什么不下降呢？别以为别人都不懂，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您放心，有什么情况，我和你一样在飞机上呢。什么意思？你跟我比，你算什么东西？跟我比？对不起，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请您不必太紧张。跟我比，你比得了吗？我每个月扔给你们航空公司就好几万呢，跟我比？我告诉你，请您把安全带系好。我下次再也不坐你们这家公司的飞机了。先生，对不起，我们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我向您道歉。您千万不必，我保证下这班飞机我就不当空姐了，行吗？听听听听，这什么态度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还是不说了。对不起，麻烦你把安全带系上，系好安全带。今天的情况不正常，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们应该更加耐心周到一些，对吧？你站住，淑俊，我不管你明天是去做皇妃还是做公主，今天你在飞机上仍然是乘务员。谢谢你。5-6-9，现在你再做做这个动作，高速度小半径侧滑，看看有没有作用。明白，我左下右下各做2个。蓝天5-6-9，我现在为你做雷达导航，右转航向36°，可以上升到你需要的高度。右转向36°，上升到我所需要的高度。蓝天5-6-9，明白。做几个急转弯，速度300海里左右，半径只有7-8公里，用重力把起落架甩出来。
这不成了过山车了？按照你们所说的情况，估计是液压系统出现液锁所致。现在将排除液锁的步骤告诉你们，建议顺序关闭一号、三号液压系统。这些我们已经做过了。哦，还有什么？祝我们好运。Thank you.机长，还有一个动作也想请你们做一下。听见？是着陆，用后起落架接地，震动一下，看是否能把它震动下来，然后接大幅度上升，上升高度3000米。有用啊，这动作。试试看吧，只有做完所有想做的动作，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就明白。去，把乘务长请来一下。情况怎么样？你把所有的旅客移到后舱去。这么严重？我们准备试降一次，着陆会比较重，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明白，教他们防冲击姿势。还有吗？没了，我们会努力的。好吗？好，速度快一点。
到后舱去好吗？出事了是不是？没那么严重，请您配合我们好吗？这飞机要完了是不是？你想得太严重了，没有必要，到后舱去吧。我不去，我就在这儿，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不，我不去，我知道，我知道，天天在天上，早晚会有这个结果。我不去，我不去，我知道，我天天在飞机上。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不，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没事的啊，乖，听话，跟我来。希望起落架是在哪儿给卡住了，用后起落架着地，靠重力把它蹲下来。女士们、先生们，飞机着陆时大多伴有冲击，下面我们向您介绍两种防冲击姿势。第一种，两腿分开，弯下腰，双手用力抓住两脚，如果您够不到脚踝，可改抱住双膝。第二种，双腿分开，两臂交叉，身体前倾，双手抓住前面的一座靠背，额头靠在手臂上。对，大姐。Hey, what are you doing, sir? What are you doing, chairman? Sleepy, Jesus, follow me, quick. Put your legs apart and cross your arms. Okay, forwar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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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我受不了了，哎呀，受不了也要受嘛！哎，老头子，是不是出事儿了？哎呦，少啰嗦，头低呀！要不要把他们移下机场？不必。蓝天五六九，你可以进场。报高度，350米，250米，采取防冲击姿势。消防训练的，将要领传达下去。
还有多少航班啊？还有十几班吗？大家抓紧点啊！现在他们在安排下一步方案，我们还能有几十分钟时间吧？多走一班是一班啊！这里的蓝天五六九油量差不多了，我们就没时间了。Japan Airlines 先生，你的水。啊。Cheers, my friend. Christoph, 我的生意伙伴，上个月在加拿大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他死了。我们俩总是一起跑酒吧的，他想我。胡说八道，别胡思乱想。你别胡思乱想。Man, there is no alcohol in heaven. 他说天堂里没酒喝。天堂。Cheers.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好好的待着。一句话，只跟你说一句话。你坐下，我过来。请坐下。哎，别别别，您别客气。叫你要命了，姑娘。赶快坐下。哎呀，你这样子太危险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得出来。您是飞机上的头头吧？我求您件事，能不能帮个忙，跟底下通个电话？现在不行。我想也是，坐飞机坐到这种地步。我懂，都要写那个什么。您不要胡思乱想，没有这个必要。姑娘，我跟你说实话，我那箱子里有82,450块钱，都是全场1000多人的命根子钱，人家要给我支票、电汇，我都不要啊。我心想，抱着现金坐飞机总安全了，可偏偏让我中了个头彩。老先生，你不要着急，相信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我懂，干你们这行的人都会把有事说成没事。哦，对了，我知道你们飞机上有那个黑箱子，当你们扔黑箱子的时候，把我那笔钱一块扔下去，托个好人带到我们厂里，我给你下跪了。老先生，你听我说，情况真的没有这么严重。你看看我们这些空姐还有机组的人员，不是都跟你们在一起吗？您现在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好，快一点，系上安全带啊！知道，系上安全带。哎，系好安全带。哎，你生日是哪一天了？哎呀，什么生日？多少年没给你过过生日了？孩子都快入土了，还过什么生日？老太婆，你这辈子跟了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有时候想想，真是对不住你啊。别说了，我知足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脾气太坏了。不说了，不说了。
驶吧。哎。去后面看看，看看有没有受伤。哎。哎，抽一口。不行，我还是没这口福啊。给我吧。哎，你也想开了。哎，帅哥，你孩子多大了？13，上初中了。对，比我那个大2岁吧。哎，成绩怎么样啊？别提这个，这哪是他上学，简直是我上学。只要我一在家，就得陪太太。那一套，舅父在这，舅父，我们消防在哪？消防在这个位置。消防，大荣先生，我是总局指示，要我们尽量在天上把起落架降下来。局长，机务在吗？他在这儿。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下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弄下去。你觉得有可能吗？我早想过了，没说，怕没把握。你电影看多了吧？机长，我知道这样做的难度和危险性。但是如果能够在天上排除故障，你就不必破绽了，你明白吗？我去吧。我这人呢，急了肠子跟里直痒痒。请求高度下降450米。650米，500米，450米。机舱试压，明白。轻点，小飞，你要勒死我。这样怎么行？再勒紧一点。进补时间到，好，我来，啊，这儿，哎呀，嗨，小心点儿，对不起，很贵的，知道吗？对不起，行了，不补了啊。大哥，哎，小心点，啊，哎，这一会儿你可别甩飞啊。哎，等停点啊！哎，知道了，慢点。嗨，叫你不要水飞嘛！
告诉他，如果不行的话，别蛮干，上。会断呢，是不是金属疲劳载荷的问题？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这是地面检修和维护都不能防范的，无论如何从天上扔下来是没有可能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啊，邓云，邓云，机长，请讲。你现在油量多少？12.3吨，时间不多了，决定了就告诉我。我知道了，决定以后马上告诉你。我们已经尽力了。把情况向总局报告，请求紧急迫降。好，等等。另外，把还有多少架次的班机一并报告。必要时，本场请求关闭，让来不及的班次转场。我们现在等待总局的决定，同时把迫降的各种条件准备好，还有，就是地面各部门的配合。按照程序要求的消防、救护、治安，我们已经全部到位待命。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迫降的危险性大吗？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迫降的安全系数。我们的飞行员在每年的复训中，迫降是他们的必修科目。从理论上说，危险性不是很大。飞机迫降，国外成功的经验不多，中国民航没有遇到过。我们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多想一点。你们看，现在关键是看哪部分先着地，再一个就是机头的强度。如果是这一部分先着地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发动机着火，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机头部位严重受损，可能会造成驾驶舱里的机组人员伤亡，飞机就会完全失去控制，会冲出跑道。
还有别的选择吗？草地迫降。根据国外资料，为了避免发动机直接与地面摩擦，也有选择在草地迫降，跑到西面的草地，在设计上就是迫降场。但是像这样的大型客机，迫降场能否承受没有把握。飞机自重130多吨，加上降落时的速度，可能一落地就陷入草地，就会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撞墙。如果要迫降的话，就在跑道上迫降。这种大型客机自身重体积大，如果在其他场地降落，不可预见的情况太多，危险性更大。我们跑道状况是一流的，前不久刚完成改造，覆盖了高强度沥青，相对来说除了定了地点还有时间，什么时候降合适一定要掌握好，带多少油件，带多了起火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带少了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连复飞的可能性都没有。哈，这天上的事儿我们是外行啊，但是不论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来负。市里最高领导今天都到这儿了，我看开常委会也不过如此啊。是啊，所以说你们有任何要求啊只管提，今天市里各个口子的负责人都到位了啊，我们一定配合好，确保万无一失啊。在跑道上降落就要先喷洒防火泡沫，把起火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要喷多少？至少1000米，越多越好。是消防队增援炮火车。老韩，你们有多少全部调过来。总局总调度室决定在跑道上迫降。总局的指示跟我们决定是一致的。好，那太好了，现在我们就是立刻要把细节定下来。那就马上决定吧。啊，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飞机油量现在大概有7-8吨，估计也就40分钟。准备迫降，现在开始执行紧急检查单。我去一下洗手间。怎么决定的？
迫降。有把握吗？把最坏的情况告诉我。后舱会比较安全，旅客也不太会有伤亡。机组呢？有多危险？不知道。告诉我。稍有不慎，轻则伤，重者……我也不知道。你别这样，镇定一点。记住，降落以后，你一定要马上到窗口去看，如果着火了，对着火的紧急出口千万别开。明白。迫降以后，机尾会翘得很高。我明白，4L 和42号紧急出口不能打开。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做呢，去吧。以前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别往心里去。休想。回家再找你算账。记住了。你也是。再给你5分钟时间撤离跑道。明白了，走。你们到位了。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机长决定进行迫降，飞机没有大的危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每位乘客的生命安全。本次航班的乘务员都是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一流乘务员，
能够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请您一定要听从乘务员的指挥。我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本次航班的机组人员，他们的技艺精湛，经验丰富，尤其是机长，我跟他一起已经飞行了11年了，对他非常了解。他为国家领导人开过专机，受到过中国民航的嘉奖，他的飞行记录为13611小时。他对待飞机比对待他的家人还要有感情，飞行就是他的生命，无论什么样的动作他都会完成得最好，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他都能处理得最好。这样的速度那怎么来得及啊？我们就这几辆矿锚车，这已经是极限速度了。韩局长，长1000米，宽60米，60公分高的话就是36000立方米，可我们现在每分钟的流量是200多立方米。你们来看，这是飞机落地的原因。对，如果飞机一落地就起火，那么这一段就是重要地段，关键区域，我们就在这里。如果飞机在第一个时间段没有起火，而是在滑行的过程中起火呢？快点，快点！师长，啊，跑道上有新的设计。我立刻调两辆车到前面去，喷头包抄，喷多少喷多少，再往左边一点。不，不，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儿。先生，不让我下去。不，我不要死在这儿。不，站紧一点。我不要死在这儿。我站住，让我下去。我不要死在这儿。站紧一点。我不要死在这儿。不，不，我要下去。不。我不要死在这儿。你让我下去。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没关系的，好，请大家安静一下，谢谢大家。
回到座位，坐好，赶快，安静点，不会有事情。把安全带系好。请大家坐好，系好安全带，谢谢。坐好，谢谢大家。您坐好，谢谢，谢谢您。疼吗？啊，嗯，没事儿。赶快把伤口处理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其实，你是个很好的乘务员，可惜你不想飞了。我怎么不想飞了？你们就因为我要嫁给头等舱的客人，就以为我想傍大款？其实，就是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认识他，我也一样会嫁给他的。就因为是头等舱的客人，就好像我要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听这些，才想一走了之的。对不起，我不了解你这些。其实我应该问你一声的。没事儿。你的事情挺多的，也顾不过来。我也许该多听听别人的声音。先干活吧。干什么就干什么嘛，只是双新鞋，我今天头一次穿，真是有点舍不得。哎，鞋要紧还是命要紧呢？再买新的给你。哎，请配合我们的工作，把手表、项链、完全不要放在座椅前面的客人。小姐，请配合一下，你把钱桌板收起来。哎呀，您来的正好，我拜托您件事儿。请脱下您的鞋子，配合我们的工作。你这是干什么？鞋子放在这里，哎，谢谢。我不能死的不明不白，我欠人家，人家欠我的，我全写的清清楚楚。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没有必要。麻烦你给我递过去，我给你跪下来。你也别跪了，我先替你收起来，一会儿再还给你。你千万别还给我，你给我带下去。行行行，把安全带系好，鞋子放在这里。哎，谢谢。放下来，请把鞋放进去，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小姐，请把丝袜脱下来好吗？不要紧的吧？不行，一定要脱掉。这……哎，你们不也穿着吗？
对，一定要脱。这一定要脱掉。如果遇到起火的话，尼龙袜会粘附在皮肤上燃烧，造成大面积创伤。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把袜子脱掉好吗？好，脱。好了，是不是快点脱？着火！刘爷，那我有四个问题。请稍等。兄弟啊，三名家中，您是属牛的，有大丈夫，所以你应该叫我哥才对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就不想给我找个嫂子？我正想告诉你，大家好吗？这样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你帮我参谋参谋啊。我想你找的不会错的，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试着先当妈。西这孩子比较调皮，聪明的孩子太淘气了，以后你们多费心了。这孩子，这托付给你了，我在这儿先谢了。你放心吧，谢谢。你到后葬去吧，去帮忙乘务员。不，我要跟大家在一起。去吧，这是命令。不，我不去。去吧，傻小子，后舱安全，你还年轻啊。我知道，机长，我也是学飞机驾驶的，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大家独自去逃生啊。哎，这孩子哪来那么多废话，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啊。小飞啊，后舱也会很紧张，心理压力会很重，帮他们稳定稳定情绪，像机长的样子嘛，啊。我明白了，去吧。机长，我走了。哎哎，笑得有点干啊，放松点。分工一下吧，帅国，你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必须先把灭火开关全部打开，还有撤离信号开关全部打开，后面再等信号，明白吗？全体上员到底回答。
收到。二号，收到。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收到。现在我命令。安全是第一位的，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冷静镇定，绝不要露面对客。好，下面听我布置。迫降以后您当旅客走 2L223L32号，绝不要走 2L32号，快让他们立刻撤动跑道。五分钟内撤离完毕，五分钟内撤离完毕。好像没喷多少吗？不管多少都得撤，没时间了。不管多少都得撤，没时间了。队长，就当是一次正常的降落，动作并不是特别复杂。我想主要是机头的姿态要控制好，危险性不会很大。明白，我会注意机头的落地姿态。你们帮我看看飞机的姿态和机头的位置，把目测告诉我。现场去，市长马上就赶到现场，请你们抓紧时间清理跑道。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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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进第五编，准备右盘旋，随时准备对准跑道。机长，有料报警了。还是自个儿拿着踏实。你坐下。几秒钟。不要动行李，坐下，系上安全带。赶快坐下。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给你添乱。对不起。哎呀，我先生啊。快，组织员，出来，开车吧。让他们把车推开。是。老韩子，你立即就位。飞机迫降以后，准备抢险。啊，还需要人。蓝天五六九，过超远台报告。现在地面风两幺洞，风速三米。蓝天五六九，明白。地面风两幺洞，风速三米，现在过北超。蓝天五六九，可以落地。注意目测，不要高了，按正常做。好的，目测不要高，正常做。风速90度，20海里。告诉后舱，我们准备降落。明白。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的飞机开始降落。机长，我们想要全飞机着陆。95米，90米，方向好，下滑好。
没事了，没事了。王琴，快点迈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呢？孩子，我的孩子！快点，快点，孩子，给我！小心，小心！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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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进来，别怕我，别怕我！害他们，害他们，害他们纠结，多亏了他们，别怕我！进来，进来，别怕我！下风，下风。妈妈，赶紧离开这儿，还会有危险。小心，小心，收紧了，收紧了，来来来来，好，好，好，小心，好好好，小心，因为现在来来注意安全，现在热量很高，哎，那就在这里，快，哎，这儿妨碍工作嘛，哎，来来来来来来，哎，赶紧撤，赶紧撤。对不起，让你受惊了，送他到安全地带，注意安全啊，慢点慢点慢点，你们还有人吗？快走快走，别把我推走吧，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赶紧撤离，还有人吗？有人吗？听到请回答，有人吗？我还给他写表扬信，真的表扬信。什么？下次航班几点？啊？不，我明天中午一定赶到啊！什么？全他妈在我手里。We were just passing. We didn't do anything. Just talk to the talk to one of the talk you know, talk talk to one of the stewardesses. Really, we didn't do anything. Sorry. It's okay. It's okay. Is this real or is this a dream?This is a dream. It's the best dream I've ever had. Papa, Mama, Mama, Mama.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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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妈，没事。
长的，不是机长，这都是机长的错。快，做好上线。来，抱抱抱！哎呦！